跟住嗰个，跟住我，跟住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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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服从系咪真系认命咧？系啦，认命啦，系咁噶啦，系咪咧？或者服从，或我哋好多人嚟讲，可能就系苦难咧，反而系啲人怨三怨四系嘛？啊，怨自己条命苦啊，怨自己遇人不淑啊，怨个上天啊，天冇眼啊，之类。你说呢个角色？系嘛？究竟佢嘅苦难，我哋今时今日我哋生活里面嘅呢个地方有我哋，有咩意思咧？我哋又可以嘢咧？我哋啲人大致上一生都系大致上一帆风顺嘅，成功又有成就，嗰啲咧就算跌倒都冇乜，唔系好认真跌倒嘅啫，太好。成功同埋成就为嗰啲人嚟睇嚟咧，咪系必须嘅，系理所当然嘅，唔系？其实佢哋对自己、对其他人，或者对人生嚟讲，会唔会有几大嘅智慧咧？一路都成功嘅话，一路都顺境，因为佢哋未认真咁样，认真咁样失败。即系跌一跌嗰啲又唔算嘅，其实啊，我谂过喺病痛之中，人系可以学识接受健康系必然嘅，生命真系脆弱，话嚟就嚟，话去就去噶啦，要接受，大家都有需要面对病苦噶。所以十几廿岁啲人咧，通常你叫佢着多件衫，佢都唔会着噶，好快好快。咁样，我哋要懂得，啊，原来喺病痛之中真系尝试过、经验过人咧，懂得点样尽量要保持正面同埋积极嘅心态，我哋先至有力量，有啲份内心嘅平安。等我哋自己继续去复原，去走我哋要走嘅路啦。而可能呢个走嘅路咧，就系面对我哋嘅人生嘅极限啊！每人都要去过阶段噶，所以点样能够有平安嘅心去接受面对嘅，都系做，都帮啲唔少曾经患过重病嘅人咧，知在座嘅边个患过重病？我。患重病嘅人咧，佢会对啲病友啊，同埋喺痛苦失望之中挣扎嘅人咧，佢哋会多啲同理心，因为佢曾经系无助过、痛苦过，只系靠个天、靠医疗团队都唔知有几好嘅团队系嘛，即系靠，真系靠。所以佢懂得点样同佢哋同行。点样好到位咁样俾佢鼓励，所以我话如果你想问啲有智慧嘅人咧，你问我啲真系病重喎，或者从认真失败过、跌低过、起翻身嘅人，你问佢咧会多啲智慧。喺失败过嘅人咧，佢可以从自己反省之中。多啲更多、更多、更广、更深对自己的自我认识。如果真系有反思，对自己失败有反思，都会对我的自我认识深啲、多啲嘅。包括咩呢？发觉开始理解、了解自己自身嘅弱点，自己嘅问题喺边度，同埋都认识到原来我哋周围嘅环境唔系好认识，
中一个理由令我失败，同埋我同一啲人同埋啲团体嘅关系唔好，我太过容易误解人，或者太过容易不信人，好多同人嘅矛盾令到我出问题，所以我同人际之间嘅关系都系，所以呢啲咧，大家都可能经验无话，你对自己自己认识到。所以呢个失败之中，大家会反思，反思可以令到你再次起翻身，唔够谦逊啲，唔系咁信心膨胀啊嘛吓，完全膨败咁啊，谦逊啲，同埋有多啲智慧，能够重新出发。所以无论系犹达斯嘅贪婪，佢要放弃耶稣。因为在他的眼中，耶稣只是一个很大的失望。又或者好像麦当劳，他公开否认他的主，是因为他害怕，他被这些恐惧控制了他自己，他很怕被耶稣连累到。这两位都知道自己倒咗，失败咗，佢哋边度仲有面目去见耶稣？最后，尤特斯好可悲嘅就系选择咗自杀，嚟做以为可以系永远嘅徒，但系一切都系徒劳嘅，死咗之后都要面对公义噶啦。但麦多禄佢仍然企得住，能够同佢主再次相逢，就算佢几冇变嘅，佢都变，因为点解？佢相信佢嘅耶稣嘅爱系能够足够掩盖所有人嘅罪，每一个罪都带到耶稣嘅今日大家记得。每一个人罪，能够耶稣天主，所以佢就算佢自己公开否认耶稣，佢都知道耶稣会爱翻。喺苦难之中，耶稣学懂咗服从，咁又系咩意思呢？首先，佢唔系为咗佢自己嘅利益而行呢条苦路。你都知道，佢将面对嘅苦难系佢完全唔能够控制，有咩事会发生？佢唔系我思想控制一切都如我所谂嘅会发生噶啦。每日佢知道佢可以咁样样，佢都唔知道佢哋点样去折磨佢。甚至佢知道当时的确有十字苦刑啦，已经，但实在被钉落去有几痛呢？最多只可以幻想，但你真系唔知会有几痛，自己承受得几耐，完全唔系喺掌握之内嘅呢啲。佢要封住眼嘅，佢会默咁样接受。佢冇选择做逃兵。佢系可以噶，因为爱佢嘅天父，爱我哋啊，爱我哋嘅天父，都同样俾咗佢耶稣自由意志，可以做出佢嘅选择。佢选择另一样嘢，一定唔会天打雷劈咁样叫佢落低咯。但系佢因为佢嘅天父同埋拯救嘅使命。你决定留低接受恩赐，佢亦都被嗰啲用人容易啊，俾人煽动同埋唆摆嘅同胞所拒绝，自己犹太人所拒绝、所诋毁、所嘲讽，因为佢亦都知道
呢啲伤害佢嘅人，亦都系佢天父所爱嘅，要救赎。佢可能因为佢同胞喺罗马人嘅外人嚟噶嘛，喺外人面前咁样伤害佢，而觉得好失，但系佢都服从咗，佢都接受，同样咁佢都接受咗佢个亲密嘅战友出卖。三年以来朝夕相对，大家同饮同食，两胁插刀啊，温刀齐晒噶啦，应该吓，俾呢啲战友公开否认佢、出卖佢、舍佢而走，最收尾真系会心痛心灰。我系耶稣的敌人，但系为咗忠于真爱，我都付出。最后呢，今日嘅福音冇讲，但系记得喺苦难主人有读喺呢边吓。但系当佢感觉到佢所爱同埋可以依靠嘅天父系生命最后嘅一刻，我希望同佢一齐，但系感受唔到啊！好啊，去咗边度？但佢只能够靠住对佢个父一份绝对嘅信，就算感受唔到，我都信。佢愿意完全玩空自己，将自己的生命交付了出来。所以主耶稣是苦难所学到的奉从，为今日的福利，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苦力，我们人生里面的低谷之中，又有什么启示呢？